幸福是等待的时候，有人懂得你的期望。幸福是烦恼的时候，有人为你指引方向。幸福是手指轻轻一点，有人为你静静等候。幸福是安心享受，一步一步不再担忧。幸福是答案在身旁，再也不用匆匆忙忙。这是我们无限天使充满快乐的地方，为了幸福而改变，这是我们的中国移动通信。